大家好，我是雅美。今天呢和儿子一起，就是上次我们不是买了这个就是奶茶嘛，草莓味的，所以今天我跟儿子一起来去做一杯奶茶，做上瘾了。昨天做了蛋糕，然后挺成功的。那今天呢，他说他想做一下奶茶给我们大家喝，那我们就看看儿子能不能做成功吧。莱卡，加油！这是草莓味的，装了里面有4个，是给4份。你得加冰块和奶。有4份吗？对，4份。然后。挺难打的，对，他们弄的那种胶挺厉害。现在应该好了。现在，我已经闻到那个草莓味了。打开了。行，现在打开一下。打了盒子，哇！你这是破坏性打开了。对，破坏性打开。现在你已经打开了是吧？对。哦，我看是4袋，是不是？一。四份。草莓的。然后还有，还有红色的吸管。对，4个。上次我们是那个棕糖的，让他配了黑色的吸管，没配红色。这次给我们红色的。还挺漂亮的，是吧？对。那现在开始给我们做奶茶了吗？对，好的，很期待呀。开始。放多少水啊？就到锅的一半儿小。现在它开始那个泡泡泡，你可以把泡泡放在里面。就是先要给它煮开是吧？对，这个可以把锅盖放在里面了。好，等着水煮开。现在这个锅盖好了，现在拿出来。它已经煮好了。我们现在就喝这个牌子的牛奶，因为它是有机的，然后两个孩子说这个口感的味道就是很香。我因为我本人不能喝牛奶，所以也尝不出味道，但他们现在很喜欢吃这个，喝这个牌子的。然后现在是准备好了牛奶，然后开始要做这个奶茶了。我们现在加冰。之后我们再加150毫升的奶。现在我们把这个草莓锅巴放到这个奶油冰里。哇，是不是现在得搅拌一下啊？拿吸管。对，搅拌。哇，是粉色的耶，好漂亮。现在我尝一下，感觉如何呀？草莓味很重。那哪个好喝呀？是焦糖的还是这个黑糖的，还是这个口味好吃？我觉得还是黑糖。还是黑糖的。那这草莓味重吗？很重，很粉，挺好看的是吧？对。那看来今天又成功了。对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你再做一个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依丽，你喝的开心吗？开心。哇，哥哥都喝完了。那看来今天的奶茶做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依丽，你打多少分？10分。我也打10分。满分。
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